来，谢谢助理好，来，小姐们出声。啊，两个做一摆天球拍成无？比赛啦，但是摆摆对的，摆对的拍了。现在不是，现在这几家。我看见了。现在这几家。现在好多人在那些。开始了。Thank you.
先过一下。你可以去楼下。这里啊，这里。这里啊，这里。是吗？你不要上去，我这里。参选我们的立委是大同士林区，好，那今天也公布答案，大同士林区。我相信有很多媒体记者都有问题要请教，但是在请教阿根之前，各位后面的里长，我们往前站一点好不好？让我们所有台北市该选区的选民知道，有那么多大同区、士林区的里长来修挺阿根。所以要用到我们的声音，用我们的支持，大家跟上你给你欢迎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洪世根，加油！洪世根，加油！洪世根，加油！阿根，阿根，阿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现在我
我们开放现场的媒体来访问。那我们先两个问题，两个问题回答好不好？是。因为你的一个神秘选举的点，今天才讲出来，所以有很多媒体都有意愿有问题要回答。来，我们先举个手，来问来，两个回答。还有第二个问题，有没有要问的？先一个。那所以，因为现在立委是这个选举有明显是合适的嘛？那是真的是因为他的问题而所以两个人必须正面对。好，两个问题，谢谢。其实我信赖，但是不信邪，所以我来了。那选择士林大同区，很简单，其实从哪里跌倒，就要从哪里站起来。15年前立委选举，我在士林大同区跌倒，所以现在我要在这里站起来。那中山北中山这个立委选区，中山区跟大同区都是我的本命区，可是这两次立委的选举，我都积极的全心全意的帮忙吴怡农，因为他是一位非常年轻优秀的好人才，即便这一次补选输了，我一样，我是鼓励吴怡农要继续耕耘。我认为吴怡农这一次败选非战之罪，所以我这么鼓励他，也这么跟我们基层朋友报告。所以在中山区立法委员这个选举，我就像是媒人婆一样。那哪有媒人婆上花轿的？所以这非常清楚，我在中山北中山这个选区，我还是一样，我继续鼓励吴怡农参选。我认为他如果进到国会，会对于他在举办的壮阔台湾会有更多的资源，那么更大的助力来推动。即便吴怡农没有参选，那么我再一次强调，我在中山北中山这个立委选举，我就像是媒人婆一样，媒人婆不能上花轿的啦。那所以，那至于提到说是不是我们这个选区正面对上何志伟，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其他的隐含意义？其实没有，其实没有。今天来的所有议员、基层里长，还有基层的意见领袖们，都是我数十年的好朋友，他们跟我都是生死之交。因为啊，15年前我立委落选的时候，他们不但没有放弃我，甚至陪我去跳海，所以我们这是生死之交。那当然我今天上午有点意外，基层有这么多朋友，他们在百忙之中能够过来，尤其洪建义议员、林世忠议员、刘耀仁议员、张文杰议员、陈慈惠议员、许家培议员、吴佩益议员、刘耀仁议员，他们也都好多公事繁忙在身，要现场会刊，要议会协调会，要准备4月12号的开议，所以我非常意外，有这么多位议员、这么多位里长、这么多位基层的好朋友们，还有我们台北市党部，我们永远的市党部主委黄庆麟黄前辈，
还有我们现任的张茂南主委，他这么长的时间以来一直在关注，那他也鼓励我应当出来参选，我非常感谢他们。还有今天没有来到现场的，我很敬爱的，跟我也是30年的老战友，过去我议会立法院的好同事徐国勇徐部长，他现在虽然卸下了部长，但是他对国事一样非常的关心，那这段时间他也给我很多的鼓励，那他非常肯定的就是要推荐我在士林大同区参选立委，所以我在这么多好朋友的鼓励，当然我就必须很勇敢坚定的站出来。好，那还有没有其他记者有问题？有回到道，哎。你这个决定有跟党中央讨论过吗？尤其是因为赖清德他有这个所谓的前进条款，那现在你很就是违反了这个前进条款，那你怎么看？那另外是因为过去你们被党中央监委，甚至有一起面对这个党纪的风波，那你自己有什么办法撤回你们对手回去？赖清德主席有公开的宣布2024立法委员选举没有现任优先，都要初选，所以我响应赖主席的说法。那么我来参选，其实更完备了我们党的程序正义，完整的小局才有完美的大局，大局的完美无缺是建立在小局的程序正义。您刚刚提到的那是大局条款，大局条款只是建议，并不是强制，大局条款只是建议并不是强制，所以我还是决定来的。那至于我是不是必须对上对手，当然因为我们是单一选区两票制单一席次，所以不得不当然会面对现任，所以其实我是处在比较劣势，因为这么短的时间呢，我们党已经定调只有赖清德主席参选总统候选人，已经提名赖清德总统候选人，所以我们的立委初选期程还会再加快一个礼拜，所以很可能在4月初就初选进行，而4月初刚好是我们议会开议的时候，我们在4月12号开议，我跟在场洪建义议员、林世忠议员、刘耀仁议员、许家培议员、吴佩益议员、张文杰议员、陈时慧议员，我们共同要面对新任的台北市长，我们都要共同的强攻蒋万安市长在市政的缺失，所以这一个部分其实名为初选，大概我也没有其他的动作可以做。那但是我相信我有能力，我有经验，可以进到立法院为国家多做一点事，所以我恳请选民们准许我转换跑道，这是我站出来初选，我一直希望来跟我们选民们做报告、做沟通的。也就是说，我恳请选民们原谅我来参与初选，但是
我有能力，我有经验，我知道国家需要的是哪一些，我们面临的国家问题是哪一些，而我有这个问政的能力跟经验，我相信我可以为国家多做很多的事，也为我们基层的服务更加强更落实。所有的国家建设都应该建立在倾听基层的声音，在这一点我非常幸运的，这20多年来我一直跟基层朋友们，尤其我们在场的各位好里长，他们不但在他们的选区里内表现优秀，而且他们也把民众的声音希望他们能够转给议员立委的声音，他们都完整的转达。那这些声音我和在场所有议员我们都听到了，我认为以我们国家现在面临到的问题，那很可能不是我在台北市议会可以干着急可以处理解决的，所以几经思量，我今天很坚定地站出来，不管我面对的对象是谁，不管有多强大，但是我都要挑战。哦，那我也请选民们原谅我，同时准许我来转换跑道。谢谢。还有朋友要，有还有记者媒体要问你们。有没有先跟蔡总谈过？然后昨天消息陆续明朗之后，有没有人来跟你们谈？啊，抱歉，因为这不是我单方面可以来解释说明。哦，那当然有很多过程，但是我没有征得党的同意，我不应该对外来说。那我只是说整个的过程我很清楚很坚定的那转达我的党，让他们知道。我再一次强调，后有完整的小局才有完美的大局，大局是建立在无数的小局累积而来，所以不可能说小局有瑕疵残破不堪，那么大局可以完美无缺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我来登记参选，我是完备的我们党的程序正义。好，所以先请教一下，因为你周五的时候说过不接受任何协调，那您现在决心不变吗？不管党或是任何人来协调，你一样会在这一区选到？当然，我只剩这一区，啊，也是过去最让我刻骨铭心的，就是大同士林区，因为15年前我在这边深深跌了一跤，那还好我有在场这么多好朋友，他们一直支撑着我，那度过了这15年，所以我很坚定的就是在大同士林区参选立委的初选。那不论结论是如何，因为中山大同都是我的本命区，中山大同本来我都有设置服务处，这服务处通通不会改变更换消灭，都不会。即便我初选胜出，我也继续保留着中山区的服务处，更即便我初选
大选都胜出一样，我中山区的服务处永远保存，永远服务。当然初选过后，我除了中山大同的服务处，我会前进士林再增设服务处，所以我决心非常坚定。那我也期盼跟我的对手有一场君子之争，那事实上我大概也不会有其他的选举的动作，因为我跟我们在场优秀的议员们，那我们要共同面对，我们要共同担任讲师。好，那各位来请进。我尊重我的对手，那么他如何来登记，这是他的权利，以后我祝福他。那不好意思，你刚刚提到士林区，没有错，因为士林区我只有在15年前因为临时的选区调整，我本命区中山大同区被分割嘛，那时候改成单一席次两票制，所以中山区就跟北松山那成为一个选区，大同区就划归跟士林成为另外一个选区，所以当时士林区我非常的陌生。但是在15年前那个选战，我虽然败选了，但是我在士林区有结交了非常多知心的好朋友，就是今天在场陈志成理事长、许正通理事长，好多位。那么所以这大概是我最大的依靠，那他们不但支持我，而且他们多次鼓励我，所以我在想我在士林区这个不会人单势薄，不会的，因为我有那么多的好朋友。哦，对，来，谢谢。没有来，可以请问议员，你对马前总统要出访中国有什么看法？我觉得很糟糕，但是跟我们今天的登记参选没有关联。哦，谢谢。你可以看我大概选举之后就剪了一个27秒的影片在我的网络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在那个 Facebook 那上面第一个镜头就是我执行当时的马英九市长，你可以看到我当时讲的那些言辞。哦，我在我的 Facebook。哎，对不起，我们还没有，我们时间现在选举的任何的问题，没有的话，我们大家再跟阿根加油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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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谢谢，来，王世坚，王世坚。